五结乡一间民宿发生纠纷，罗东警分局8月2号早上6点获报后到场了解，是一群人入住民宿后再邀请其他友人一同欢唱，过程当中双方因为金钱纠纷发生了言语冲突，到场友人不欢离去后心有不甘，又纠众返回持棍棒砸毁民宿，还伤害在场6人，便强行带走其中4人弃置在宜兰的某处山区，警方立刻组成专案小组全力查办，今调阅路口监视器，锁定涉案人车，在4小时内破案。好，发生在昨天清晨6点多，在宜兰县五结乡某间民宿，一群友人下榻之后，再邀请其他友人到场，欢唱作乐，其中因为金钱问题，双方引发口角纠纷，后到场的友人不欢离去，竟心生不满，在纠众回到现场，持棍棒毁损民宿的设施及伤害在场6人。其中并带走其中4人，前往宜兰县某山区弃置，下榻的友人跟后到场的友人，一开始，因为在场有女性友人，一时有争风吃醋情形，最后因为购物金钱问题产生口角纠纷，全案在警方全力查缉之下。涉案8名歹徒自知法网难逃，全数到案。在警方的全力追缉下，8名涉案嫌犯全数到案，并且查扣了1支涉案枪支，并且依刑法的妨害自由、伤害、毁损罪，以及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移送法办。罗东警分局表示，防疫2级警戒期间，针对任何暴力违序的情势，想要趁意作乱，绝对严查就办。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。